新春快乐，牛年吉祥，文广演艺中心给观众拜年了。从正月初一至新春元宵，在本市各大剧场推出舞台艺术佳作，新创话剧夺眼球，木偶杂技天天有，音乐舞蹈真精彩，滑稽戏曲有看头。28台150多场演出，伴随广大观众共度欢乐祥和的新春佳节，文广演艺欢乐无限。喜庆佳节，新春贺岁，经典粤剧再度公演，郑国凤、王志平联袂演出抒情喜剧《西园记》，现演于天蟾艺府舞台，演出时间2009年1月28日、29日19点15分。订票电话6322-5294-5353-0054。上海有洋剧团了，上海柳春洋剧团建团演出。2月8日19点15分，新编古代传奇剧《寻案还乡》。2月9日19点15分，传统经典洋剧《百岁挂帅》。2月10日19点15分，新编古装洋剧《贡茶奇案》。2月11日19点15分，精品折子戏专场。演出地点：天蟾艺府舞台。连演20场，场场爆满，一票难求。笑看30年，周立波陪你闹元宵。2009年2月8日至10日，元宵节期间，上海美琪大戏院再度加演3场。开心售票热线：6255-7427、6217-3311、6111-5885、114。七国征战，四海汹汹，敢问神明，饮鸩能一统天下吗？你想做天下的王？正是。天下的王必须有信用天下的制度。我有。天下的王必须有振服天下的力气。我有。我有雄兵破关，战将千员，纵横八方，无人可挡。这还不够。不够？五度二比八箭三射，你可曾躲过？躲过？
好文章，如山之虹，如海之鸟，每次诵读都令银针直向呼天和地呀。哎，可惜专文在定时也会现现，让人与之同游，虽是无憾。不，他并非现现。什么？你是兵大王，此人乃是当今韩国公子韩非。韩非一统天下的力气，只有他有。哦，但闻三月行军海，送了韩国有奇才，只有奇才，我不要啊啊啊啊啊啊啊出身，敢为韩非现在哪里？远在韩国，心在。好，从王明那边上问，请他来。左肩七笔苍穹，鞭挥九突，气势汹汹，谁成王子地里提蹦，七里鲜活顺利红。青天接剑一弦月，是秋云何匆匆，将军沙场多不能，大王宫中成昏庸，接临仓为主上坑，纵饮则当耳边风，我身为韩国贵公子，这本能装聋装哑必兵勇，这本能沉迷数天谋，这本人苦守在地中，
这不能身体偏军薄，这不能因为苦等一匆匆。共产党头拼不用力，血火荡起心胸，一破那共军名声肯就领兵抗万雄，七川之区去美东，东林一死也从。你去又有何用啊？该去的还得去。阿如，你还是趁早回去吧。什么？暂时紧迫，早不保险，我不该拖累你，你还是回兰陵去吧。公子，你嫌弃我了。阿如，你可是荀先生的掌上明珠啊。我不走。阿如，荀先生年事已高，你回去侍奉先生也是做女儿的孝道啊。阿如是父亲的女儿，更是阿如自己。看见战旗奔腾，天下归矣。
阿如，守着这些文章，守着写文章的这个人，就是阿如平生所愿。公子，阿如不走，直到阿如死，你再差人将我抬出去。阿如，公子，杨公子，宫里来人了。莫非打了胜仗，退下秦兵？莫非大王宣我丧以军纪？大王有旨，韩非跪见。韩非即知。秦韩两国本无怨隙，此次交战纯属无意，现已停战，恢复邦交。特令韩非执掌西域，面见秦王，谢其厚意。这不是叫我去讨好虎狼吗？韩公子，快点结账吧！哼，哼！秦军吞我十二城，气势无疑，伤我兵民无官，岂非远行？不，我不去秦宫。你让命我去抗敌，田公子纵使沙场不辞而今送去祖后里，这群大的缺落怎能移？有道是丈夫年事不能缺，薄冰年岁不能移。清风战我何用意？不可，公子不可啊！怎能行战？参叙此，公子。就算为了国心，你也要好好爱惜自己呀。事到如今，再有一事以报韩公。胤禛受我重病，你今一死必令迁怒韩国，造个长平之事，定在胤禛从严呐。长平吗？长皮滩秦军坑杀遭人40万，公子。
如，你真的劝我去，那你呢？公子在哪里？阿如在哪里？阿如，你说得好，说得对，韩非不能死，为了韩公，我不能死啊。天高公子只是我情不不家多，不家多。我饮的是寒宫清泉水，我吃的是寒宫做梦梦，我走的是韩国的黄土路，我唱的是韩国陌生歌，阿如他常听此间从天起四个的种种巧景，我心我怎能够清风地下群之力，群把你不心做兵骨，怎能够拼将一死成日期，眼睁睁家云花雪红，我中林大王辜负我，韩公子此生是你护居天骨，不愧黎民不负天骨，这把几张真你兵骨，哪怕他力挺万军与庞统。韩公子快点进帐吧。Thank you.
的贤妃钟情王，今生同等心里长。韩先生，韩先生，哦，寡人将你当老师来请教，
你可不能尝试哦。韩非不敢。韩先生请。请。请。快请先生酒。是啊，先生口爱粗茶，先生可曾听过？哦，那是清风之无意，七月无意与子同杀。虽说没记上，我与你同去一跑。王与先生休我加鞭。大王将要行兵，快快修好刀。一子先行，我们一起上战场，一起上战场。先生，可安心肝为基。大王，这就是你朝思暮想的韩非吗？真是。真是不闻不如一见啊。先生，大王常说先生文章如山之恶，如海之妙，每次中道都是人之心后听可定。哦，不错，寡人还讲让人与此人同游，虽是无憾呐。这韩非子岂能受如此厚礼？第四礼，金先生理所应该。杀了汉于天下，自然可担。韩先生，金先生在为将。将心提起来，这啊，韩先生，寡人无人不懂您的书。今日先生终于来到咸阳，这是寡人之心，大清之心，天下不信之心，也是你韩非之心呐、啊。先生。一路辛苦，幸回故一息息，寡人改日亲王请教。如此汉非告辞。
李清，你看韩非如何？韩先生才调高潮，这可惜。可惜什么？他乃是韩国王室公子啊！呵呵，他到了咸阳，就不再是韩国的公子了。等着吧，寡人要他做我大秦的上卿。你吹得可真好啊！四公子弹得好，哎，都好，都好啊！公子，你见过秦王了？不错，他的是位令公子动心的君王。正是，你因何得知？这因公子好久没这样快活了，到今天才舒展双眉。阿如，你要是见到秦王，你才会知什么是王才威严，什么是君主气动。当今之时，只有秦王才能设计我一统天下治理万邦之法学。阿如，你怎么了？啊，公子，阿如是高兴呢。公子，我们再来一曲好吗？好啊，再来一曲《秦风子无意》。细雨无意，与子同赏，往日心思绣着笔，好好，是李大人来了。听，李大人，怎么几年不见，阿如连师兄都不肯教了？今非昔比，大人请。你呀，贤弟之情，阿如之孝，真是令人神往啊。哦，贤弟，你还记得南陵的山岗吗？我们常常在那赛马，你总是跑在最前头啊。往事不肯回首，如今啊，师兄弟一般是就是模样，结伴难写人对中寻家常，结伴难传人秦宫上，结伴难龙归同梁梁，结伴难
需要苍蝇这本能收天都是不忘，这本能全是人天下，你是你心惊慌，必须要唐亲回老银本钱娘。老银是那个报效故国的老银吗？您说情况空口许诺，挡不得阵，挡不得阵嘛。人生在世，够骂大于背肩，背骂胜于贫困。愚兄不解心的理，没人接啊，归避难题，藏中从波色走人，东丁丁出中从，举弦就破剑金军，去去楚国有路残，年轻历史功利心，人生如初啊，不在场便在侧。好了好了，不说了，难得相聚，又何必扫了雅心呢？李大人，你是奉旨来相聚的吧？李氏确实身负亡命，一来急于殉葬，二来嘛，想请贤弟去守了场一戏呀。这文章嘛，都放在那里，这手令嘛，韩非不擅自到。这哪有男儿不会手令的？大王夫人，寡人担心李氏请不动信臣，故而亲自前来。这秦王啊，韩先生，韩先生，韩非不敢。哎，为君之道是你教寡人的，寡人要多谢你呀。这谢秦王，我也在读你韩非的文章里。哦，上古今遇道德，总是出于自谋，当今正于其理，先生之意就是忙着不明。韩非之意，妇人的旨意，正是当今之事，若立即将仁德无以复兴救活，因为有楼貌似便民，实则害民。哦，人是什么？最大的人是一统。如何一统？以暴制暴，以战制战。有如谁立？正如谁立？一笔疆土蒙仇，方能见得太平。太好了，韩信臣。臣子官国送报你，天下落难民不怨，饮战作结是一统，同无粮草万况人，得军就会心头凉，只是放了心眼睛，铁臭酒里心心知，尽心尽人生气，以利为家非为事，一说如何当今。
想想吧，九州一统，天下太平。到那时，到那时，九州就在我文字的差别，嗯，我有河北的差别，他愁有度量衡的差别。好好好，天之下莫非王通，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正是。这一切既要扬长一口，一统天下，正是一统天下，一统天下，要一统就要密函，真是密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不愿意吗？我。作为一笔狡兔猛兽，放了尽的天下太平，韩先生，你要帮寡人呐、啊！韩非。是韩国臣，我大秦灭韩，这是为首。撤去，韩国自有防御之策。寡人不问韩国，寡人问的是你。韩非是韩国臣子，韩非与韩国同在。李四，同大，您为了其战车八千，甲兵十万，限期一月。下行政秦韩南，从龙年李路银针林风影，黄河里多光阵阵有人念，艰苦深深金云哦、oh。
高青红天飞三界悬阳一斩蓝金钩向东面金山一个寒冬子斩蓝将高高称王自担前秋春寒，秋秦王日将天马接江湖，秋秦王王天一米将老林，爱求子嗣，因老下皆想回头两三年。正在我国举出血淋淋世界一当碰到困难催雨中借无动黑喜欢念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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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公本命花轿童，公公本命主神女，江湖本命新兄弟，千里关前无人迷，庙堂本命白天鸡，不兴三世念佛群，八八八，为多金牙膏，女人眼红，天公子江山最近一今天，独山去过。杀子兵，清君子重龙天仙，左回素面仰天天，仰天。东西起一命，战战兢兢，含羞带愧，低三下四，把梦一把灯停，把书点，把笔立。既然耳朵真正有在苍龙耳朵，方龙有在虚竹心，四肢简单，心下的不气势大落山。怎样才能避免牙龈问题呢？中种草本，西种科研，佳洁士荟萃中西智慧，以百草之王人参，结合现代科技，选取纯正人参精华，
创研佳洁士汉草萃人参牙膏，帮助养护牙龈，强健牙齿。全新佳洁士汉草萃人参牙膏，专业滋养，美白新生。冬天又和干燥见面了，做个面膜是给身体的，真要这样吗？添加蜂蜜精华，新升级 Olay 专业护肤沐浴系列，滋养层层渗入肌肤，再被紧紧锁住，营养全面吸收，全身肌肤像刚做完牛奶面膜，白白润润，和冬天干燥说再见。Olay 沐浴专家。每当我有新的尝试，总会有人怀疑，我要让他们亲眼看看事实，看到我的实力，选择去屑洗发水，我也要亲眼看。海飞丝头屑测试卡，让去屑效果眼见为实。海飞丝从根本帮助解决头屑问题，眼见为实。当然，海飞丝想亲眼看看吗？到超市体验头屑测试卡吧。年轻，全因一直尝试，不断超越。紧致新生的肌肤，来自全新 Olay 玉兰油超越之水，含高浓度抗老化精华液，超越表面补水，四周内激活肌肤新生，重现无痕紧致。超越肌肤紧致新生，全新 Olay 玉兰油超越之水，肌肤与你越变越美。Olay。每个小生命都会在晚上悄悄成长，就像你的宝宝，每天他都会长高多达0.5毫米。所以，邦宝适能牢牢锁住尿湿，长达10小时，你的小不点儿可以整晚睡，整晚长，干爽到天亮，一步步迈向美好明天。沉睡是金，邦宝适。有些东西越珍贵越难留住，如同长发一梳就容易掉落。全新潘婷强韧防掉发系列，含维他命源和强韧因子，为发根补充营养，强韧从发根直达发梢，连续使用显著减少掉发。让珍贵的美长留不掉，新升级潘婷强韧防掉发系列。正是此心一片为八哥，群老梦牵有谁将你心病将寒受，天空翻飞三三影，恩为贫家死良辰，不怕公子把地疼。好大王，韩先生上诉大王。哦，爱妃，你来念。是。韩妃速臣秦王左右，韩国侍奉秦国30年，对外如屏障，受当朝他国对秦国的进贡。对内是草席，妾居在下共情相应。这正是韩非所心，听朕万劝。往下念。是。秦国出兵他国，韩国总是尾随其后，待韩国把他国尽数得罪，请君转而去韩。韩非国有
眼光。韩王却不听忠言。秦王老人见识韩国，心功早起，韩非云霄缺马自老。缺马自老。为保韩国，你真是煞费苦心啊。咱们的威风哪里去了？这不进这月势力，这不进雄威盛年，为区区玷污子弟，韩非今如此悲戚，韩本人手把金金家里一副长剑，正殿下韩王老儿在，丢在他韩非家兵。李庆，韩非此表，你怎么看？韩非他是何等一样人，为了韩国竟如此低三下四，由此可见此人难为我用啊。哦，他是韩国人，那你是哪里人？臣是秦人呢。李四，你不是楚国人吗？你还在上蔡看过粮仓呢。禀夫人，养育之恩胜过圣约，臣是一心为大王效力的秦人李四啊。好，好过秦人。李庆，你曾与韩非是同窗。哦，正是。当年你笑问比韩非如何？臣不如韩非。近日呢？臣依旧不如韩非。听说你近来胃口不好，晚上难以入眠，寡人一见韩非你回府就唉声叹气的。臣绝无此事啊，大王。那是寡人我错了，微臣不敢。李世蒙大王错案，命为上卿之长，积极重臣，为国效力，如今天下未平，臣又怎敢按朕呐？怎么说，你是在为国事操劳了？臣确实是为国事操劳啊。大王，李庆，起来起来起来。多谢大王啊。难为不用。李庆，此素表你不妨拿去给诸位臣工们瞧瞧。这个瞧瞧韩国是如何做我大秦的朝鲜，韩非又是如何元宵全马自老我的。臣领旨。霸王虎意呀，砍掉一颗头颅那是再简单不过，受服韩非的精神那才是寡人要做的。大王，亲姐夫，人要靠。为天亲命，天上
生罪子心也松松表变大流沟你何时才能成两双牡丹心哦天高啊你哪了才能挣扎精神反正重海那秦王会怎么想阿如你的公子已经将最后一点尊严都抛弃了我留下了万死难送的耻辱啊公子你为韩国做得高度了泪也干了心也碎了人也摧残了即使他生你养你再也还清了公子你何不都想想自己呢自己公子
臣妻明心，与谁共济此四海？四海相纳齐风云，吞寒冰楚平齐军，将威名引手朝心，十万天马动眼睛，红蓝更保宁高心等眼里，时看欧高蒙苍林，中云再把文道兵，众子自下为师勇，共破玉听旗，名破翠汉群，把富平森林名字，天下虽然不胜君呐。好一个天下虽人不色君，阿如你说的都是自在之言，一战之战第一步就要灭韩，身为韩国王室公子，我岂能背弃韩王辅佐的国王？公子，那秦王呢？秦王，你曾把嬴政比作众听之了，说他必将靠花落过永成一路，再见光明之事。韩国虽是公子故国，却也是落国之一。故国此事，天下之人说轻说重，公子你该明白呀。我何尝不明白？纯寒是我平生所做最纯的事，也是我不得不做的事啊。夸父做了不明一死，我为韩国死有何限？公子，你说什么？阿如，公子，你在哪里？阿如在哪里？阿如，不要哭。总是为了我这无用之人，阿如，你能原谅你的公子吗？公子，韩非我，求你原谅啊！云凉他说你痴身心心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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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不解殷勤人叫你啊叫
辣丝丝光多足都岁月，那又怎样？公子你输呀，天非我借不见功夫，那花和月云美景两心哟，公子你在说谎。这阿如，公子你能这样说，阿如就已经很欢喜了。公子还有时间，我们可以慢慢的过，开心的过啊。是啊，阿如，我都想回家看看，都想再回去看一看，听一听县城酒楼上少女们暗笑倾巢，城外四邻里少年们醉作火笑，废墟满地废壁原野，到第二年天地里会飒飒地生出新春的梦想，然后我们去哪里？裙下躺后的山也快青了，花也会变出好多颜色，红的、黄的、不的、紫的，那里有羚羊蹦来蹦去，麋鹿睁大眼睛望着你，像个好奇的小孩子。成了大朝鲜，说有趣还真有趣，韩非此人最有趣。怕啥你不拿说呢？是个欧瓜鸡，欧瓜鸡，上述四帖无印虚，部落禁地贪腐吗？
哦，各位大人，失敬失敬了。韩先生，你怎么走路有气无力？莫非是鬼体轻眼呐？一会儿变狗，一会儿变马，身体好得了吗？啊，韩先生，敢问贵国何时成你错心了？是啊。哎呀，韩先生啊，我的人手一场，钥匙还够你死的啦！哎，是啊。哎，你死啊！你死啊！你死啊！死啊！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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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啊！欺人太甚了！大王驾到！罢了，韩飞告辞，先生慢走。韩先生还在为纯韩之事在生气吗？那飞先生自露在心，天下有谁人休了你？不错，韩飞正是自取其辱，明珠暗逃，先生不免自取其辱。先生请看，此乃燕昭与我大秦的君王文书，你的同窗李斯效力我大秦，才能一举破解击出燕昭四国联盟，进攻李燕。哼哼，先生笑什么？我笑李斯是小人。李斯派人游说四国，花费无数珍宝，这货来四子蒙索。以废之间，这是利用国宝四教王侯，其心不测，其人当诛。李谦，有这么回事吗？禀大王，郑灿孝顺，天下父母都希望有个郑灿做儿子，伍子胥重臣，君王都希望有个伍子胥做臣子。将心比心呐、啊，臣老不忠，四国君主怎会相信臣下呢？又怎会与一个小人亲疏蒙养呢？天下谁人不知，李斯曾是个看守粮仓的小吏，出身低贱，唯利是图。那蒋太公呢？那蒋太公呢？他被妻子赶出家门，在曹国卖了为生，然后流浪接近，立足临宫，多么的妖吗？你敢自比奖赏？李氏这只报效大王，成就千秋大业。韩先生，李氏是小人。李庆，寡人
要与先生单刀谈谈，你们都下去吧。臣子。韩先生，实才你讲李四是小人，寡人以为可不是真话吧？这秦王甚至是错群，先生不妨将真话一讲。李四他瓦解李蒙进宫勋，四大王后宫有几心真，为韩高我说李四是小人，老师为情他有罗何，为事情他是个不折不扣耿耿忠心，才敢执着看当众人，兢兢业业能屈能伸的李尚卿。韩先生，你可知诋毁忠臣该当何罪吗？死罪。那你为何明知故犯？为了韩国。韩信生，信生当知寡人心，免得苦王是一只鹰，土木大师虚心守，最后偏偏失信心，与子同袍非富裕，多了不富裕心，从心修天天下事，秦王本你去做完官礼卿，李卿他就像寡人的猎狗，而你是人吊钱猎狗的猎手啊。韩先生，莫使寡人真的成为孤家寡人呐。秦王好意，韩非心灵，但在下是韩国人。韩国，韩国，又是韩国，你心里怎么就只有韩国呢？各退一步，海阔天空。秦王，你去忍忍吧。忍？我忍耐的还不够吗？我要忍耐到何时啊？韩非，你再想想。我不能再想，我不能背诵其中啊。
啊，他是韩非呀。这孔恨他是韩非。韩非他是秦王啊。这可惜他是秦王。韩非你怎么不是秦妃呢？秦王你又为何不是韩王呢？这正是捉鸡不苦缺，盘蛇无足矣。好，寡人命了韩国，你能否回心转意？没有韩国，哪来韩非？韩国灭亡之了，便是韩非生死之时。你妄想！你以为寡人不会杀你？我现在就能杀了你！你当寡人不敢？如此，非就对得起韩国了。韩非。韩非，韩非，你给我滚回来！传旨，将韩非押入云阳监狱。写到此处就被人带去了云阳。龙喉下有一处鳞片，人啊动它必遭伤害，郡王也有力鳞，尽碎在万不能翻。这碎难分明没有希望嘛。
公子说喜我了。是公子对还是寡人对？文章是公子写的，他说我了便是我了。你不要忘了，韩非还在云阳待着，没有寡人的旨意，他是出不来的。阿如知道。你可知道你的性命也在寡人的手中啊？阿如至于公子来请，性命已在秦王手中。寡人以为最难没有我，是公子对还是寡人对啊？文章不是秦王，而是公子写的。李妾，你敢讲这话吗？臣可不敢呐。阿如，你是给韩先生求情的吧？不是。不是？那你秦王眼里只有法，没有情。阿如不会妄图以情所动秦王，阿如只想让你明白公子的心意，否则公子虽死不瞑目，阿如也无颜见他于九泉之下。好，你讲。此举的意味天赐。
他怎么心思都里藏，他怎么心思都里藏。是啊，当今天下出强引争，虽然了解韩非之才，除下韩非又有谁人让胤禛亲眼相看？阿龙啊，你说你不会移情所动寡人，可是你口口声声不都是情字吗？明里你说的是先生对寡人之情，暗里说的是你对公子之情呢？阿如不敢。李妾，阿如之言你以为如何？讲。大王啊，韩非出身寒门门，与两个寻目相里情最深，安禄之言说平真，王大王啊，先是而后正长心。阿鲁，李大人之言你听清了吗？阿鲁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算没有凭证，也可判公子死刑。公子梦想将一位君王引为自己，这是何等的狂妄！他呕心沥血成就巨著，却难免乱语，这又是何等的笨拙！他身在异地，恰忠心故国，倾心倾望，恰不能名存心迹，这又是何等的愚蠢！还有，他既叫了个为一己私利而不惜陷害贤良的同窗，这又是何等的无知啊！这狂妄笨拙、愚蠢无知的龟公子，无穷可以不罪而受，何况他还诋毁了秦国的李桑庆。大王，你看，听你这么一说，寡人倒舍不得下这非杀不可的公子了。李妾、啊、大王，寡人不想杀韩非，但也看不得他孤傲的样子，那是真的不能为我所用，自立也不能放他被别人用了去。是啊，是啊，寡人要你带给他一壶酒。酒？你当然知道是什么酒了。大王的意思，寡人不要他死，只要他笨。你对他说，只要他肯回头，寡人对他说过的话一字不改。大王，倘若韩非证明不无呢？啊，不会的，你先行一步，寡人随后就到。告诉先生，不要太真牛太骄傲了。是。来、啊、大王，再告诉先生，他还有安禄啊。臣明白了。阿龙，寡人要为你提亲呐、啊！提亲？
将你许给韩信生。阿如不敢。喜事一桩，有何不敢？能娶你为妻，那是韩非的福气。阿如，再吹奏一曲，好吗？是。阿如啊，你就要见到信生了，寡人带你去见他，他可是我大秦的上卿，你是他的夫人。阿如啊，越好的亚瑟越是要指引来欣赏啊，统一大业就是我的压帐，多么希望韩先生能一心一意地听那。怎样才能避免牙龈问题呢？中种草本，西种科研，佳洁士荟萃中西智慧，以百草之王人参结合现代科技，选取纯正人参精华，创研佳洁士汉草萃人参牙膏，帮助养护牙龈，强健牙齿。全新佳洁士汉草萃人参牙膏，专业滋养，美白新生。冬天又和干燥见面了，做个面膜是给身体的，真要这样吗？添加蜂蜜精华，新升级 Olay 专业护肤沐浴系列，滋养层层渗入肌肤，再被紧紧锁住，营养全面吸收，全身肌肤像刚做完牛奶面膜，白白润润，和冬天干燥说再见。 Olay 沐浴专家。每当我有新的尝试，总会有人怀疑。我要让他们亲眼看看事实，看到我的实力，选择去屑洗发水，我也要亲眼看。海飞丝头屑测试卡，让去屑效果眼见为实。海飞丝从根本帮助解决头屑问题。眼见为实，当然海飞丝想亲眼看看吗？到超市体验头屑测试卡吧。年轻，全因一直尝试，不断超越。紧致新生的肌肤，来自全新 Olay 玉兰油超越之水，含高浓度抗老化精华液，超越表面补水，色周内激活肌肤新生，重现无痕紧致。超越肌肤紧致新生，全新 Olay 玉兰油超越之水，肌肤与你越变越美。Olay。每个小生命都会在晚上悄悄成长，就像你的宝宝，每天他都会长高多达0.5毫米。所以，邦宝适能牢牢锁住尿湿，长达10小时，你的小不点儿可以整晚睡整晚长，干爽到天亮，一步步迈向美好明天。沉睡是金，邦宝适。有些东西越珍贵越难留住，如同长发一梳就容易掉落。全新潘婷强韧防掉发系列，含维他命源和强韧因子，为发根补充营养，强韧从发根直达发梢，连续使用显著减少掉发。让珍贵的美长留不掉，新升级潘婷强韧防掉发系列。Thank you.
贤弟，贤弟，愚兄看你来了。哦，是李大人。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见，贤弟竟成这副模样。想你我同窗之日，怎料今天呐，四兄弟分别九年，刚过三十不双鬓，你那是只字片云秋上尽，我这是一一阵阵脱偏心。低头回想，当年是喜目中不免个这激动啊情，当年我喜怒马去连连寻心神，无辜不得情音相依，众同学是如英军西门的学路各穿盔王云飞红红云，一下开我错心之身，人各是我是金错群，历史旁过梦春心，我穷了四分金，别是有下决心打马进城赴西秦，西秦多，西秦多，我杨氏群桂林，我追着马后尘，追尘土，追尘土，我只有相公府退休之人品，说起来心甜直流，不容易。费尽心思，我曾伤情，那子孝何尽不偿，父母亲贤娘烈烈，你狠心神，我来了，你来了，你又把风头剪去，不由你，不由我，怎能立足我本领？我必受重用，我战战兢兢，我引领归看，我眼眼吃惊，我心跟着，我加小心，我中法子，我接事情，我听我官，我读风云，我反应真，我背龙鳞，我反我背我官，风云法子事情跟着，小心心坐下就皮夹头，一壶不倒酒烈伤心。韩非也，李四咋先师弟先师兄韩公自
李大人啊啊！韩非是口孝文家，你却是口政治家。韩非精通帝王之下，你却精通帝王之说。韩非藏于著说，你却藏于云中。天下可以没有我韩非，却不能没有你李四少。话已至此，李大人不妨把来意讲明。来意，哎呀，贤弟，你孤立高明呐、啊！李四跟你同窗度日，我却不能为贤弟逃掉生路。我惭愧，我惭愧呀、啊！我，大王，还命我带来一壶酒，酒，还送我捎来一些花呢。我，尽管开口。大王说，韩非老是怕死。倒还可以活下去，只要你忘了韩国，做个地地道道的情人，全心帮大王灭掉韩国。哎，这些话愚兄我真是羞于出口啊。哦，你是何尝不知呢？你身为王室公子，怎会苟起偷生？此等卖国求荣之事，我贤弟呀，他临死都不肯的。是啊，不去做，就去死。啊，对。为国殉命，虽死又勇。我懂，我懂了。贤师兄，究竟是谁要我去死？是秦王吗？贤弟，是嬴政吗？哦，贤弟请便，贤弟请便，李四告退了。Bye.
伤心头啊！世上世事做君。有啊，为条子事就读春秋人间乐观辛苦我比把汤学上阵为求乡我连连引走得过王中的寻亲先生将我走本夜空梦所现的我总共发说别偷愁自以为四天银两解开头却不明心系各国百姓人自以为国家云王今生得胜需要本命神仙立于江山求啊想当年为强攻我屡上苏州向燕将我混帐殿面面藏衣面成身苦心有二路他洞察松水虚寒问路吉祥文字一品此心情悠台上一本唱房子秦王之风流雄才大量是所有来了不灵同人走迎战与我都是有不放我到生念头刺痛多火出地下出去天西哦秦王啊后
不独降，子弟将贤不足忧，辅助明君受尽我独降，生平之下能是展开风雨征战风雨手，我多想念的黎明和亲手，西林格桑把命留啊，怕着怕一波直播要新增点阳春期，休一场宿舍去，西有山河林呀古，西有森林芝麻沟，西有刀兵不停下，西有天下血流流，堂堂一个汉公子，怎能攻得兵王秦，怎能纵苗作中天，怎能孤高一点秀，怎能新增花无忧，怎能汉王城接下球，苦了昨天主场兵，结成内心无限制，苦苦等待不放手，借一风流张斧头啊。多谢历史一好节，能学汉飞远古城，远古千年我为一世，我拼将一世解烦忧，一口酒点起孤高难清喉，点口酒不费文章为多留，点口酒今夕秦王一死，口酒辜负阿龙路为一模，黄去路上黄天走，中历史黄了双梦，中了鬼手，水了飞虎，见了金鳞，古人说有了大路，山上有了七孔，有了十三家，一时时黄粱配鸡头，我长大一辈子都不听到你，不会把他等一等，我身为中国红蓝军，为了这把庄子头。为臣如此，臣死如此，杀也，欲也，悲。空也，痛快，痛快。痛快耶，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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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救我活了，我为韩国活，为秦王活，为自己活，也为你李四活了。阿如，公子，不要哭。阿如，你的公子早已并无他路了。公子，韩非寡人来晚了，寡人。来晚了，秦王，你来的正是时候啊！韩非，你不该饮这红酒啊！爸，寡人不让你死，寡人要你活，寡人要你活。酒的味道我知道了，天下的味道秦王你要知道哇。也四方有这种样，这番柔情同领元邦。红衣后接马去面年先方，去年四位皆心狂，总统群上仰抱心，春风花雨共梦长，今日匆匆隔三世，过千流水与隐藏，一秋偶遇青山苍，黄泉路长相依，深浅非天下的王。看不到了，韩非，看不到了，我的大王，韩非，你唱寡人什么？韩非不能为大王效力，
我天下的王。好。